手是搭这里的哦，是往后搭的哦。你不要拿着，先不要拿那个，等一下再拿。哎，你放地上，你就。它有那个，对，跟你这斜一点点，对。受这个对这个空气闭眼睛的这种。好，可以。这边脸就往这边梳，像那边脸就往那边梳，那就显得那个刘海高一点。我进来就这样，要过来一点，对，往前面看，不要斜看，再站出来一点，还是不行，再出来。上面看一看，可以。低一点，可以放低点。转再拿直一点，好不好？转过来，慢慢转过来，整个身体转过来，伸直手啊。好了，别转了。没有什么亮度啊。趴厚一点，你整个脸就这样的。看到你，不要看我，不要这么看，正常看。
好一点。Thank you.